我叫郭思谦，那我是莺歌的原住民，然后我的工作，我的职业是，我都跟人家讲我是做陶醉的啦，哦，陶胶醉这样，那也现在也算是我自己的兴趣，就因为我喜欢喝茶，然后我做陶。那我也很开心，因为我做陶，我喝茶，现在慢慢的好像变成是我自己的生活，所以这也是我的生活，也是我的工作，这样子。我名字叫蔡俊伟了，那1970年出生，哦，6月6日，1988年到莺歌从事个相关产业，手拉胚学习啊。我叫许世刚，然后我现在负责经营兴旺集子，那兴旺集子是我爷爷的工厂。把它改变成这样子的一个光工厂的店面，然后现在必须要负责整体的经营行销规划，然后甚至人事财务全部都要管理。对，那已经不单纯于以往可能只是做陶瓷产品开发这块事情这样。什么时候来到莺歌？我从小就在住。就从莺歌长大，哦，那个时候最主要是，受到技术上的冲击很大，因为我以前在学校就玩泥巴这样，来莺歌之后震撼是，我是技术上的震撼。我从小就住在，就在莺歌出生长大，所以这样已经40年了。对，所以我40年前就诞生在莺歌这个地方。那时候家家户户都在门口做代工啊，看到每一家的邻居都在做陶瓷，然后很多的工厂，但是到4点5点的时候，你会发现莺歌其实是一个人都没有，像鬼城一样。在我的从小到大印象当中，我们的莺歌。家家户户啊，或是甚至我的干妈卖菜的阿伯，他们手上都有一门好功夫、好技术，有的是画花的，然后有的是拉胚的，有的是什么师傅、什么师傅，几乎家家户户里面的大人小孩，好像对跟艺术里面，或是说在陶瓷产业里面，都有一点技术在身上。那但是以前这条街其实因为街道很狭小，其实没什么人，没什么车，那甚至可能一般人也不会真的走进来。那当然现在就不一样，现在就是很多店，然后变得很特别，然后这么样的观光。可能每天大概就这些工作，所以我来的时候，那家家户户门口很典型的，他就是自己在门口，大部分都是欧巴桑在门口。拿着海绵啊，或者是刀子啊，在整理那些铸浆好的模线啊，然后好了之后再用海绵去清洗。那这光景，来莺歌几年以后就不见了，就没再看见了。就是，对，这个地方是爷爷的以前的工厂，那其实他在我2岁的时候就过世了。那但是很有趣的是，其实2岁哦，我还是有几个印象点。他以前有烧丹青碗，然后自己开始开瓷砖工厂。他是一个，每天就穿着那个吊嘎跟短裤、赤脚的一个，看相工人的董事长。他历经很多的一个困难，他也不能转型。他以前烧碗也烧得不错，后来他想到觉得要赶快做瓷砖。那时候真的算是
英歌的所谓的创生的时代啊。那时候从没有观光转型到有观光这块，其实长辈包括我爸爸他们，其实他们是很努力在做这里。当然以前可以成功的原因，第一个是没有这样现在看到很多的硬体设备啦，或是有一些平台、一些场地啦，有陶瓷博物馆啊什么的，以前都是没有的。然后再来就是，以前街上的人就是以前的，就是叔叔阿伯，反正大家都很熟，对，就当地人对于这块土地的情感是几乎百分百很浓厚的，所以他们要去推动很多事情是很快的，然后是具有一个革命情感的。对，那当然一个地方发展到现在已经二十几年，其实当然就会大家已经忘记那时候上一代他们的一些想法或一些精神。应该就是我自己觉得他很像一个很传统的很好吃的那个蚵仔面线啊，只是因为太好吃了，然后勾勾啊呢，反正料多实在啊什么，可是因为时间久了，越来越干了，干到尾啊，有点糊掉了，啊糊到有点找不到它原有的一种味道吧，一直在失焦，或许是添加了太多的佐料还是什么，但是它原本的一些，它该有的一些东西一直在不见。现在哈，我觉得英哥跟以前当然是不一样啦，但是我每天都在这地方哈，所以其实感觉上的反差没有很大，但是我就觉得以前比较热情啊，那现在年纪比较大一点哦。我有时候总是用扁脸的角度来看英哥啦齁，那我觉得英哥很像，给我感觉啦，是他可能是台湾目前也是现状一小部分的缩影啦，让你觉得在英哥工作的话处处是机会，或者是创业啊还是有生机啦，可是我想那个荣景已经不在了啦，其实对我们这个世代的人来讲是有点难堪的、啊。我觉得技术上这东西在台湾，你在学习很快。英哥他不管是资讯啊、原料分享、资讯辐射的很快，相对来讲的话，我学东西很快了、啊，处处是机会，那个个没把握。当然可能是事后回想啊，因为现在年纪比较大，比较经验，那个时候心态，我应该在大致上我吸取了他的养分，我有吃他的米，喝他的水，跟他融在一起，我才有办法学，而不是说很单纯的说，我只是来这边学，就是说我的生活在这里，我生活在这边的话，我才有办法去学。现在你们各位来都是老街嘛，每个人都想在英哥发展、啊、那你觉得来这边学东西比较快，还是来这边开店比较快？我认为是开店最快，比工作者比工厂还多。任何乡镇的
应该任何产业应该都有这种现象的。你没有进来莺歌，你来观光而已，当然看不到啊。你没有跟他，没有在这里住个一二十年，你怎么有办法真正去了解他？所以，甚至我们住在这边，应该也不一定真的能够了解多少。其他，比如我们是做这个手工手拉胚部分，其实在其他，在别的领域，也是陶瓷领域的，我们了解比较少。是代表一个产业的生产链啊，就是我想莺歌就是特色，就这样，你有注浆的嘛，你有旋胚的嘛，你有手拉胚啊，但一个产业并不是只有手工而已嘛，那有些也是要靠模具，那模具有些人也做得蛮细致的啊，应该我们就是其中很显然就是其中一个环节而已啊，就是参与其中一个环节这样。这让我想到说，其实莺歌这几年，从我小时候到现在的样貌，其实改变的太多太大了。包含我自己的住家是眷村嘛，眷村整个都拆迁了，不见了。我其实不是在乎那些东西不见，而是说我的感情好像那些东西才是我觉得有点空的东西。我的情感好像就慢慢的被带掉啊，被就是。我找不到了，找不到那个味道了，已经都不是以前的那个样子。我想要去回味那时候的很多的味道，可是那些东西都不在了啦。最开心的那个状态，最有天马行空的自己，那个时候的自己好像就是在于我小时候在这些巷弄啊，然后在这些工厂啊，在这些大自然里面。水沟里面啊，抓鱼、抓虾、抓螃蟹，然后抓昆虫等等，那慢慢的融入到生活里面，这样子。那从生活里面再去把它转换成、延伸成一些创作的元素啦。我更想要在创作里面去表达的，可能会更多的是我们自己故乡的这些人跟人的关系吧。莺歌的条件其实非常的好，它有很多的条件是非常棒。我去过德化，然后去过景德，然后去日本的一些窑厂、窑址等等。我们莺歌真的是又小，然后又很发达，从生活日用品一直到艺术陶，一直到精密陶瓷等等，你想得到的，几乎在这个小地方、小莺歌你都找得到。这些的过程当中，其实还外不外乎就是，我觉得还是利益啦。但是利益有没有机会有一天可以回来告诉我的下一代，什么是价值，不一定都是价格。我不知道，我一直在想说，莺歌可能有一天，大家就是不要。谈什么你我，然后我为了那件事情，然后去可以做一点什么这样子。其实他们以前那个时代，我想在25年前，其实直接很遇到的冲击，就真的是整个工厂跟整个产业是很快的大幅外移，所以他们的冲击是很大的，就是很瞬间的，就是发现大家都不见了，都跑到对岸去，或是倒到其他地方去。所以整个莺歌是很快的萧条的，我觉得大家在消耗资源，对，消耗本来这个地方既有很好的资源，然后但是没有去做创新，或是去做延续，或是让大家更好的一些事情，就是说莺歌就等于陶瓷这件事情，是包括我爸爸，甚至我们长辈的长辈，在这个地方不断的努力。才会形成说 ，OK， 今天想到莺歌就想到陶瓷，那为什么不是要好好把它弄起来才对嘛？对啊，那如果想要消耗这样的资源而不做任何的事情，其实我觉得就会浪费整个这个将近一世纪的堆叠出来的一个
好的成果。那为什么那么多人会慕名来莺歌来做这件事情？那就是他的先天，所有的人在这里的人不断的为这边付出。那相对的，我们要进到下一个世代的时候，我们也要相对付出我们的心力，才有办法延续下去。现在大家看起来就是一个表象非常的漂亮啊，就是这个地方好像对，就是都包装得很好。那其实某部分就感觉有点像是在温水煮青蛙的一个状态之下，其实大家都觉得好像也不错，但是好像也不知道哪里不好。到底我们失去了什么？我们该做出什么？对，然后让这个地方有一个。不一定是要回到过去的荣景，但是我觉得是要有一个新的面貌出来，对，或是说可以再聚集到这个莺歌这个地方。最喜欢的地方，我这样讲好了啦，我没有最喜欢的地方，但是我觉得它让我印象比较深的地方，因为我刚来莺歌的时候，我是桃园人，可是我就到莺歌的时候。给我第一个印象，我都要下去从樱桃路下来，下去莺歌，会经过铁轨下面一个崩坑啊。其实那个大概就是台北盆地的边缘跟桃园台地结合的地方，它才会突然间一个下坡下去，然后穿过铁轨。所以我们到莺歌的时候其实是往下坠的，那个印象还蛮深刻的啦。有两个地方哎，鸳山堰的那个水库水坝，然后现在已经是脚踏车步道了，因为我小时候都在那边钓鱼。钓鱼的时候前面就是很大的水库嘛，就是很平的面，然后正前方就是鸳山，很漂亮的鸳山。我只要觉得很烦啊，或是想要出去透透气，我一定会溜到这个地方。就是我这如果心烦的时候，我就会去我们这个里的那个福兴宫土地公庙，然后去跟土地公讲讲话。这个土地公庙对于我们这个地方的意义，就是它是一个一直在守护这个我们这个里，以前就是陶瓷的一个中心的一个地方，然后所以它里面也有陶神，对，罗明先师，从阿公开始又一直会也都在这边拜，然后让你可以平平安安，然后很就是顺顺利利这样。Checking on